爱喂，两栋大楼，呢、這个就第二期，基本上泳池啦。哇，好高啊呢度，三楼，最高就46楼。优酷 S 今日就可以用价首批280伙，平均尺价系10888，一房299万起，两房433万起，三房563万起。之后价是平过二手价，比之前的天水围 Badlands Season Pass 是平了大概20%。以而家的市买到之后价，绝对是抵买。发展商有三个示范单位，我哋一起睇下。696尺 A 一单位，全方位，一个长形的 set， 一个露台位。哇，新奇嘢喎！两边都有冷气机槽，多了这个折叠台，个露台位都 OK 大。哎 ，sorry， 扫过嚟，长形厅入门有少少玄关位啦，厨房就长形嘅，相当靓仔，雪柜啦 ，Samsung 嘅。然后就居然用电磁炉喎，不过个升盘够大，个窗都够大。工人房整体嚟讲够长，睡房，浴室。OK 你啊，石面嚟，哇，都几大。主人房落地玻璃靓啦，主人浴室有窗嘅。佢呢只600几尺做到三房套，然后再加工人房，好奇值。568尺嘅三房入门啦。有个入门柜，摆锁匙，摆电话，有个长形嘅厅，呢边就用套门啦，然后有个露台位，然后一个厅，一个 L 型嘅厨房，几靓仔，基本上都系电磁炉，升盘，好整齐，房。呢间房大啲，有第三间房，有角窗，有角位，浴室用淋浴，呢、这个浴室就冇得冲凉。426尺，呢边 A11 入门有个位啦，可以摆电话，一个长形嘅厅。窗户大露台，呢个露台嘅角度够，同埋佢有啲把柄啦。厨房就 L 型厨柜，工作台面够多嘅，同埋佢啲饰面都够靓嘅。呢个睡房，另一间睡房，浴室。整个示范单位就睇完，以10000尺价嚟讲，买新鸿基一个大品牌，又系轻铁站，算系咁上下啦。你哋有觉得呢？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支持一下。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